不是他干嘛？哎，我好难受啊！我要把什么呀？干嘛？好像颤抖，脚贼难受。哦，我再敞亮一点，哎，舒服。班级默契问答开始，扭阳盛轩同学的生日是。 生日，嘿，这个我不知道，我连生日他都不知道。我知道，12月25，他是摩羯座，不是在12月底，就是在1月，他是99年的，他肯定是99年的，他是99年的。说的对，废话，我又不是他爸妈，我怎么知道他的生日啊？我的妈呀，他跟我一起过的，12月22号。 12月24号，24号，21号，12月24号，无话可说。泰勋的真名叫什么？嘿，哼，我把我们班上的真名都念给大家听啊！为什么？为什么要专门弄个这个环节？从我开始，我叫四川吴彦祖。何爽，何爽。吴宇航真名叫马从良。 你完蛋了，何爽。哲宇叫李景峰。小麦叫麦武兰泰戈尔。泰勋的真名叫人中龙，这个名字起的大，多大气！人中龙凤，这个名字霸气。他回来要跪搓衣板了，真的。扭阳盛轩的微信名叫什么？牛的图像，再加一个羊的头像，盛轩。 吴宇航喜欢这种花花绿绿的。吴宇航的。泰勋的宠物狗叫什么名字？猜狗名，啊，贝贝、芳芳、玲玲、川川、泰勋、太太吧，还是勋勋？哼，太太。回来会搓衣板，真的。旺仔、阿福、阿达、阿秋。哎呀，他的狗应该叫，一叫狗就过来了。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 他是什么来着？等一下。啊